世人，啊，真爱你一人，我爱你这呢重，甘愿用生命来疼痛。啊，真爱你一人，你伤我这呢重，叫我怎样用一生戆戆等。谢谢陈建成，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单一书你好，老师好。你的歌声真有感情，你歌声太好了，啊，对，感觉讲你会对台湾的嘴气做温柔的吼，迄个感觉。然后你整首歌呢，我觉得真的很重感情呢，做亲情的啦，吼，做亲情的，规首歌做有感情的。然后你的那个感情的分配都很好，也不会太油。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好，就好哎。然后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，对了，讲小音准还有小拍子，过来一个我给你小小的建议，譬如讲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迄个人，你要拖的时阵哦，唔好拖遐长的啦，会变拉去。今生最爱的人。用嗯来结尾音哦，规个迄个成迄个咖喱较会水，而且较会清楚。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哇，这是那个护理人员的第一次嘛啊，我就觉得已经是歌王歌后的对决，很难评。因为歌王陈医师的声音真的是很厉害，声音音色很好听。这个除了一点点这个拍子的还有音色的问题之外呢，音准的啊。你的低音的地方会稍微差一点点哦，低不下去，可能在选歌上面，还是在定 key 的上面再去做一点点修正，我就觉得会很棒。你的音色真的是好听的，整首歌这样听下来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稍微要再注意点，像这首歌它是比较拖、比较慢的歌，但是有时候你在唱的时候，你会去等一个音，还是去等一个字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会稍微不确定。除了这个部分之外，你的整个情绪的感觉是很棒的，音色又很棒，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歌王歌后到底录是谁说我不知道，待会看看就知道了。谢谢，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跟那个全国的医护人员要跟你们说谢谢，因为这三年来这个疫情还有最近还有流感啊什么很多问题，真的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很高兴那个制作单位我们有这个单元让医护人员来纾压一下，你们压力都很大。确定，因是紧张足久安尼。